素有不老男神之称的林志颖如今已经43岁，不过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林志颖拍戏了，除了偶尔做客综艺节目，基本上就是在家晒娃了。离不开奶奶的 Kimi 都长成大小伙子了，双胞胎儿子也很可爱，还会帮妈妈浇花，长大了也是三枚小帅哥。好多网友表示陈若仪是一个幸福的女人，都说睫毛长是遗传，难怪三小只的睫毛都泥蜡天，原来三个儿子的长睫毛是遗传妈妈，长相遗传爸爸啦。林志颖老婆大胆换造型，好时髦，怎么看都不像当妈妈的人，一家人颜值都超高，基因好强大，看来将来又有三个不老男神啦。要是能再生一个女儿就更完美了，你们觉得是吗？这不刚说完要是再有个女儿就好了，小编立马看到最新爆料，不老男神林志颖的老婆陈若仪已经生了三个儿子。二月份有网友拍到他带 Kimi 去吃冰激凌，小腹隆起，证实了未生第三胎的传闻，又当爸爸啦，开心啦。孩子还是很多的，最关键的是林志颖还长着一张童颜，男神简直是太幸福了吧。如果陈若仪这次再生个女儿，那简直是中国版的贝克汉姆家呀，那样便又是一位拯救了银河系的小公主吧。希望你们一家一直幸福下去。